咁咧，今次咧，我哋咧就邀請咗呢位卡人啦，咁就分享一下佢治療呢一個叫做凹凸洞啊疤痕一啲嘅經歷嘅。因為其實有好多卡人咧，佢都未必願意咧去接受訪問分享，可能係因為怕上鏡啦，或者怕俾人見到。但係今日都多謝你咧，去願意戴住口罩嚟到分享一下你嘅治療嘅經歷，俾其他人知道多一啲啦。係啦，咁我想首先問一個問題嘅。咁喺你未嚟呢度做之前咧，其實你嘅皮膚狀況係咩問題？所以你要去尋求一啲治療嘅方法咧？重點係有啲手術疤痕啦、凹痕嚟，同埋有啲普通嘅凹洞。OK， 咁當初我記得你初嚟嘅時間，你都試過其他嘅方法，咁、那個結果、那個成果係幫唔幫到你解決你嘅問題咧？其實改善嗰個程度就唔大咯，但係個風險就相對地係大嘅，因為我有進行過一啲可能比較手術性嘅改善方法，但係嗰個結果就唔太理想。OK， 嗱，我或者咁樣，其實你都有之前有同我講，但我唔講係啲乜嘢嘅叫做儀器或者係咩嘅手術啦，都唔希望話去太過白啦。但係你係曾經去做過一啲叫做類似激光類型嘅一啲嘅治療，但係嗰、那個feedback 係令你係咪由嗰陣時起就叫做有一個唔好嘅經歷咧，或者咁講？激光治療就令到你本身小範圍嘅疤痕磨大咗，即係就變反而變相就越嚟越明顯，因為佢將你本身個凹洞個範圍邊邊磨大咗，令到佢好似模糊咗咁嘅效果，其實唔係咯，其實就越嚟越明顯。OK， 咁後屘你亦都去做一啲去咗第二度啦，或者咁講，就做一啲叫手術性嘅治療啦。咁嗰個結果都遺留咗有疤痕喺度嘅。手術性治療就會將你個疤痕變做另外一個形態嘅疤痕，都係留疤嘅，只不過可能將你一個凹疤變咗個手術嘅疤，即係其實改善程度就都係好明顯嘅。O K， 即係都係唔係你想要解決到達到嗰、那個情況？咁好啦，我想問一下，咁你之前已經做咗兩次啦，今次翻嚟係做第三次啦。咁如果以兩次嚟講，喺你心目中大概依家係好翻幾多咧？你覺得？一定超過50%。O K。一定超過50%，會變到唔係好明顯咯，即係可能以前係普通社交距離都會好明顯睇到嘅，而家就要留意啲先睇到咁樣，但就未係完全停低。O K， 咁你而家咁喺呢度做咗啲兩次嗰個叫做電速點擊嘅挑針嗰、那個治療凹凸洞嗰個方法啦。咁其實你當初嚟嘅時間，你有冇擔心過咧？即係有冇猶豫過？其實呢個方法係咪真係幫到你？我有啊，因為我試過好多唔同方法，咁亦都因為做微針嘅公司亦都好多啊，咁我可能見到有好多都係冇效果，或者即係喺唔同嘅渠道得知個結果都唔係好理想嘅。咁但係嚟呢度做之後，嗰個效果係每一次都見到錢嘅，即係每一次甩焦之後都會見到係有改善嘅。但你會不會當時有懷疑呢？明明很多人做微針一個這麼普通的事都沒有效果，怎麼會來到這裡做可以做到效果？那你為什麼都願意去踏出一步來到這裡去嘗試呢？其實我來嘗試是因為我朋友來做過，他就是水痘凹凸洞，他做完是可以做到真的看不到的，那我才會來。我相信其他人可能會有這個想法，就是不知得唔得有冇效果啊？咁可能即係要有朋友嚟試過，先至會敢嚟做。咁所以就希望透過呢個訪問，可以話俾大家聽，其實係真係有改善。Okay， 好啦，你第一次做完之後，你嘅心情望到自己咁傷嗰種感覺，有冇好擔心？或者嗰段時間你個心態、你個心情點樣去度過？有好擔心啊，因為結焦都好大塊啊，都幾厚。咁你每一日都照顧嘅時候，你都好擔心，哇！究竟甩咗焦會唔會係嗰笪焦咁大笪嘅瘌咧會變咗咁樣？其實就唔會嘅。
畢咗招之後，你就會見到你本身嘅疤痕有黐咗。個過程你都有一路搽一啲護，我哋叫護理或者修復嘅一啲叫護膚品啦，都有日日咁樣 keep 住去搽嘅。係啊，搽嘢其實照顧嗰方面都要比較小心，因為搽得太多又可能會發炎啦，搽得太少就可能會太乾嘅。咁搽嘢嗰方面就千祈唔好搽太多，因為我都試過搽太多就可能會。甩焦甩得慢啲啊，或者其實個風險都會高啲。咁同埋結焦嘅同時，你瞓覺又可能要控制住自己，唔好拗佢啊。如果你瞓覺整得都快焦，就真係有可能會留下疤痕。OK， 即又唔可以唔搽嘢，但又唔可以搽得太多，要保持住一個 level。OK， 好啦，到咗第一次甩咗個焦嘅時間，你見到個成效，俾你嘅感覺當時。是怎樣呢？都幾驚訝嘅，都甩咗之後，都係有比會比我想象之中所期待嘅效果會多少少，即係會再改善，比你期待、比你預計之中會改善得更多。但都唔係完全平曬，即係會好明顯改善。每一個人見到前後效果都會睇到明顯改善。OK， 咁其實如果咁樣講喺你又調翻轉頭咁樣講啦，喺你未做啲一道嗰個療程嘅時間，會唔會有氣餒嗰種感覺咧？有啊，即係覺得有啲都係唔得噶啦。因為試過太多療程，亦都改善效果唔太好啦，即係都係覺得好似冇乜，即係冇完嘅一日啊！即係做極都好似永遠都冇結果，改善極都係好明顯咁樣。但係喺呢度我就會睇到。是會真的會做到完全地改善到你滿意的程度。好，我想問一下譬如容後你這個訪問的片段，我可不可以加插你當時未來做之前的一些相片，我會打格仔，只是搜了你有問題的位置 的改變或者是你少少做的過程，我都照打格仔去加插下去。 OK，多謝你的、分享，或者會不會還有一些你認為如果是一些、客戶他可能想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，在你作為一個、叫做曾經經歷過這件事都尋求過，你覺得他們會想知多些什麼，或者他們的心理上的憂慮會多在哪裡，你都可以去分享給他們、了解多些。其實要改善這件事，我經歷最不應該就是用錯方法，因為坊間有很多不同的方法，有激光、有手術、有可能有不同有鼻針啊，有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方法。但是如果你一用錯方法，或者用錯一些比較太過 aggressive 的方法，就會令到你的疤痕越嚟越嚴重，或者變咗另一種形態，就是你不想要嗰種形態。就好似我同你講，由一個凹洞變咗一條直線手術疤痕，其實都是疤痕。其實那個改善程度並唔係你想唔知咁好。所以到頭來，做了咁耐，或者你使咗用了很多錢，或者用咗時間，都係未必會咁好咯。最想大家。OK， 好，多謝你先，唔該曬。謝謝。